调试材料，打开高周开关，手动开关，这个是启动按键，这边是调节电流的地方，在调的时候看准这一个电的方向啊，这是往大的方向，现在这中间的这个印比较浅一点，如果想要让它深一点的话，还要再往100的方向再调。这个印这里要比原先这个深很多。